有你在一边看着，我一定会比平时发挥得更好。我们竟然提前两天完成了在菲克曼的工作。啊，真的？那我是不是可以稍微期待一下年终奖？做提早结束，你是不是也要提前去斯沃尔特啊？果然是热恋中的人啊，恨不得时时刻刻黏在一起啊。好好好，我就不凶你了。那你告诉他改日期了吗？爱情的魔力也太强大了吧！哎，好怀念以前那个只会说我的恋人是工作的律师啊。好啦，我不说啦，帮你一起收拾。你要去菲克曼出差？我明白，你放心去吧。其实，由于工作原因，我最近要回一趟斯沃尔特，而你去的菲克曼恰巧就是在斯沃尔特旁边。机会难得，等你工作结束后，要不要顺道来斯沃尔特，就当是放松心情。我们结束的时间应该差不多，不会有冲突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其实斯沃尔特若是作为一个旅游目的地，我认为还不错。
比起被严重商业化了的菲克曼，它还保留了许多古老的建筑，文化风俗也保存得很完好。更何况那样一来，我们就可以早些见到彼此。毕竟我实在无法忍受和你分离那么长的时间。好，我等你。我陪你一起去。那好吧，路上小心。小姐，许久不见。能为小姐效劳是我的荣幸。他们应该都是来参加乌米尔节的猎人，不过应该在出事的时候就被淘汰了。如果小姐好奇的话，不妨去问问少爷。没错，这是少爷第一次参加乌米尔节比赛，他还是少数几个颇被看好的猎手之一。现在这个时间，少爷应该正在乌米尔广场进行决赛前的最后练习。小姐，要不要现在就去看看？可是我认为小姐你出现的话，少爷一定会很高兴。不，以他的个性，也许会表现得更加出色。怎么样，要去吗？好的。
小姐，少爷现在应该在训练场，你可以去找他。我还有一些事情需要处理，要先失陪一会儿。等会儿见。你怎么来了？这里不方便说话，我们去别的地方。既然来了，怎么不通知我去接你？确实是个惊喜，我很喜欢。我很想你。这是苏尔特一个传统的节日，今天正好是比赛的最后一天。
你当时忙着工作，如果我告诉你我在比赛，你一定会为我分心的。不过既然你已经来了，可以邀请你一起参加吗？乌米尔杰的狩猎比赛和一般的不太一样，我们在赛场狩猎的并不是真的动物。这个解释起来有些复杂，我们先回乌米尔广场，我直接演示给你看就明白了。因为他们都是通过科技手段伪造的，等到狩猎这个行为完成后，自然也就消失了。今天下午会在决赛中出现的斯沃尔特鹿也是如此，他们在外观和行为模式上跟真实的鹿十分接近。两种技术确实有一定的相似性，但与 VR 游戏不一样，那些动物都是虚影，猎人只能通过手上的剑去触碰他们。抱歉，我的说明有些枯燥了，来，把手给我。放松，相信我。因为它也是虚拟的。这个试试，你可以用剑尾触碰他的耳朵。具体的原理解释起来十分复杂，但你可以理解为，特制的剑矢是媒介，可以连接猎人和猎物。今天决赛中狩猎的目标斯沃尔特鹿也是如此，他们虽是虚拟的，但会模仿真实的鹿的习性。没错，你抓住了比赛的本质。所以你愿意和我一起参加吗？
说起帮忙，确实有一件。之后在比赛中，可以请你只注视我一个人吗？那我们先去主办方那里，把你的名字加入到随行者一栏。小姐，请在这里输入您的名字，之后我会将您加入到 Wilhelm M 先生的随行者名单中。这个名字是我在报名时故意填写的。以前我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，应该不会有人通过我的外表认出我的身份。但哈斯普兰这个姓氏在斯沃尔特却家喻户晓，很有辨识度。我改名参加比赛，可以省去一些不必要的麻烦。小姐，恭喜您已经正式加入比赛。由于您没有狩猎资质，我们无法给您配备箭矢。但您可以在 Wilhelm 先生的指导下，使用他的装备体验狩猎。比赛很快就开始了，小姐可以换上我们主办方准备的狩猎用鞋，方便您在森林中行动。我知道，但根据我以往的经验，我们走的这条路更容易找到猎物。大概是从7岁开始，我每年都会以普通猎人的身份来这片森林狩猎。这条路不会有竞争者的打扰，也能更单纯地享受猎人与猎物较量的乐趣。没错，就像我之前说过的，这些虚拟的动物与真实的本体之间有相似的习性。除了它们无法对我们造成实际的伤害以外，它们有相同的优势，自然也有同样的弱点。一般人对这种鹿的印象是体格健硕，行动敏捷，非常谨慎，一遇到风吹草动就会逃走。但其实他们是天生的近视眼，无法看清远处的东西。那也未必。斯沃尔特鹿虽然视力不佳，可他们的听觉和嗅觉都很灵敏。视力上的缺陷，不，
或许对他们来说，这不是缺陷。视线的模糊逼迫他们不得不更加谨慎，更加依赖其他官能和直觉去接收远处的危险信号。这种全方位展开的警惕性令他们在敌人行动之前便做出反应，从而大大增加了生存的几率。不会，这样的较量才更有意思。敌我双方各有优劣，旗鼓相当，才能显示出技术、耐心、智谋的重要性。如果猎物太弱，猎人就会怜悯他，无法拿出真正的实力，从而失去狩猎的快感。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理解。累了吗？要不要稍微休息一下？他们现在的情况不是合理的谨慎，更像是慌不择路的逃亡。原因有很多，可能是这里有比他们更高一级的动物存在，也有可能是为了躲避主路上的猎人。继续往前走。我们在这里稍微休息一下吧。怎么了？因为它不是一头普通的斯沃尔特鹿，而是鹿王。你注意到它头上的鹿角了吗？一般的斯沃尔特雄鹿鹿角是棕色的，但它是金色的。它的体型更庞大，反应更敏捷，而且有一定的攻击性，对猎人的挑战也更大。不过它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稀有。如果我没记错，射中它就意味着直接获胜，结束比赛。我们一起狩猎它吧。
但你才是发现他的人。而且有我在，就不存在失手的可能性。相信我，好吗？好，那我们先调整一下站姿，你的两脚再分开一些。够了，接下来握住弓箭。没关系，我会帮你调整。动作很标准，右边胳膊有点高，要稍微下来一点。对，就是这样。接下去把箭尾槽扣进弦里，很完美。好了，现在我们一起慢慢拉弓。手会疼吗？嗯，现在维持这个姿势，停留待发。还不行，猎物还差一点才能进入射程内，再耐心等待一下好吗？不用紧张，这个距离他应该听不到我们的说话声。现在可以射了，放松，等我倒数完你就松手，记住了吗？3 2 1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本次乌米尔节比赛已结束，请各位参赛的猎人返回广场。我们回去吧。Bravo, Wilhelm 先生、小姐，这真是一场精彩绝伦的狩猎。现场的观众都在为二位欢呼，请稍作休息一下，颁奖典礼很快就准备好。
因为乌米尔节上的胜利者在斯沃尔特人的心中有很重要的意义。斯沃尔特建国早期，由于气候恶劣，每到冬季就缺少粮食。为了生存下去，王室在国内选拔优秀的猎手进行集体狩猎，而猎人所获得的猎物由王室分配给普通的民众，帮助他们度过寒冬。其中受到猎物最多的猎人将会得到王室的封赏和无上的荣耀。因此，猎人这个身份在斯沃尔特人心中与英雄是对等的。这是很典型的移情现象。节颁奖典礼即将开始，请大家回到观众席。好，恭喜您，Wilhelm 先生。从很早以前，我就知道您会是一位出类拔萃的猎人。谢谢，艾伦。这是王室对于您高超剑术的肯定和祝福。我宣布，本次乌米尔节比赛正式结束。至于接下来的环节，我想 Wilhelm 先生不会让我们失望吧。他们只是在催促我打开奖品。别紧张，这只是乌米尔节上的一个传统。可以把你的手给我吗？
你可以理解为他们在祝福我们。这里是我祖母生前留给我的度假庄园，我们在斯沃尔特的这段时间就暂住在这里，可以吗？我们进去吧，现在这个时间鲍吉尔应该已经准备好晚餐了。少爷，小姐，欢迎回来。乌米尔节上的事我已经听说了，恭喜二位。晚餐已经准备好了，我擅自做主，特别加了一些斯沃尔特独特的食物。但为了预防小姐吃不习惯，我还准备了一些未明式的菜肴。这是我的分内之事，不必客气。鲍吉尔，今天比赛的影像你去处理一下，我不希望它流传太广。是，少爷。我们去餐厅吧。今天累了吧？确实乱了我的计划，让我特意为你准备的惊喜显得有些仓促。你猜对了。忙了那么久，先吃点东西吧，我慢慢讲给你听。
每一年乌米尔节比赛当中，除了奖杯以外，尤斯维尔特王室准备的奖品也是所有人关注的重点。这是其中一点，但更重要的是，这些奖品所用的宝石都产自斯沃尔特。矿产让斯沃尔特逐渐繁荣，使人们不必在冬日忍受缺粮之苦，而猎人们的黄金时代却因矿业的发展而逐渐成为过去。所以作为你第一次来这里的礼物，没有比它更合适的了。你的直觉很准，我确实还有别的理由。根据斯沃尔特的传统，猎人若是将自己在乌米尔节上赢得的奖品送给自己的心上人，就意味着他向对方许下了一个诺言，表示我的一切皆属于你。我本来并不想告诉你这些，但以你的性格，如果我不说，你一定会继续追查下去。很简单，对于现阶段的我们来说，将自己交给对方的承诺显得过于郑重。哪怕我的内心确实有这样的想法，我也不希望你因为受到特定的情境感染而匆忙做出回应。我更希望你经过深思熟虑之后，主动提出愿意将自己交付于我。别动，嘴上的果酱好甜。可我说的都是实话，在我们结束晚餐之后，我想吻你，可以吗？
斯维尔特冬季的夜晚十分漫长，你有很多时间慢慢思考这个问题的答案。Thank you.